小小博物馆 KOL， 天文知识发现号，太阳升起面出发。各位小小博物馆 KOL， 大家觉得太阳咧会唔会由西边升起？嗱，俾三个选择大家。一 A 啊，系会嘅，太阳伯伯咧会突然间倒转下。B 唔会，太阳伯伯咧一定系由东边升起嘅。C 会噶，不过要去其他星球。咁啊，有三秒时间俾大家动下脑筋谂下啦噃。一、二、三。我话系 B， 我由细到大都听到大家话太阳系由东边升起噶。我咧就话咧系要去第二个星球啦。嗯，啱啊，冇错啊，要去第二个星球先得噶。咁系边个星球啊？嗱，如果要睇太阳由西边升起咧，我哋就要去金星啦。咁啊，首先讲下地球先。地球咧，我哋会见到个太阳喺东边升起嘅。个原因咧系因为地球嘅自转系由西向东自转嘅。咁但如果我哋去到金星，因为金星嘅自转方向咧系相反嘅，佢系由东向西自转。咁所以如果我哋喺金星上面咧，就会见到太阳咧喺西边升起噶咯噃。原来系咁，明白晒。